我是温州的蜂农。我是内蒙古通辽市的蜂农。我是江西的蜂农。我是从广西过来的蜂农。我们从云南把蜂运到高州来采荔枝蜜，那里的荔枝花挺多的，我一来就有蜜。高州的荔枝蜜特别好，口感又好，浓度又好。高州的荔枝蜜比较清甜，这里花多蜜也多，好吃的不得了。现在请全国人民过来高州那边吃荔枝蜜，请全国人民来吃高州的荔枝蜜。